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粉丝制作的宝可梦对战地图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至于叫什么，忘记了。不记得了。这个是作者的迷你号，总共有三个小伙伴一起合作做的。但是这个木鱼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咋的啦？好了，咱们都各自选好自己心仪的宝可梦了吧？都选好我了已经选吧？好了，哥哥。都选好了，选好了就各就位，预备备。我选的是这个究极耐克洛兹玛，它的大招是焚天灭世至光炮。哇，你们就出去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冲呀冲呀冲呀！这谁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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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过分，我们们都。都在你们门口已经半天了。我们都还没出去，你们就开始守了，对过呀，分龙过分，弟，龙哥，龙弟，哎，打不着，哒哒哒哒哒，气哒不哒气哒哒，的？哎，打不着，不不不不不，这谁，你好打，你好打，你好打。不是咱们红队的，加油啊，红队的，不带你们这样的，你们居然在守尸体，你们居然在守尸体。哇，这个机甲战士好硬啊！哇，这什么招？这什么大招？我们要逆袭了！哒我们哒要哒哒加油哒哒哒哒哒哒！哎，打不着，别别别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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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佐罗掏出你的技能啊，招呼他们啊！他妈的，在那里动也不动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我这个攻击力实在太低了吧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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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漂亮！哎，我们把比分已经追上去了。不是亚南佐罗，你别挡住我的那个呀，别挡住我的输出空间啊！嘿嘿嘿嘿！哎，谁把我射死了？我怎么这么奸诈？这个叫什么？我要刷的可爱一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焚天灭世至光炮！我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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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家伙好硬啊！哥哥真棒，我要把你打死的。不是这个星辰叫龙哥，为什么你这么硬啊？奶茶酱，对不起，奶茶酱，我打死了你。哒哒哒哒，哎，漂亮！对不起，奶茶酱。这谁？啊啊啊！我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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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！这机甲战士，机甲战士，瞄准他！焚天灭世至光炮，哇，他是有后坐力的。哈哈哈哈！奶茶酱，对不起，真棒！哎，漂亮！加龙哥，龙哥，龙弟，龙弟，你好打！逆袭了，真的，哥哥，我今天真的逆袭了，我今天啊？打死了好多个。你怎么逆袭了？又打死一个，哎呦！开心！哇，他这个什么技能啊？好炫啊！他这个什么技能？不知道，就像放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新年礼花一样。哇，你们比分已经22分了，快，咱们红队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哇，他这个后坐力好疼啊！哇，这后坐力好大，这好大的后坐力。不过还好，我这是一直发一直发的这种技。哎，你还蛇皮走位，还蛇皮走位是吧？风扇的小走位，走位，风扇的小走位，难不难受？香菇，但是不难受。完了，我要死了，还有30%的血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弹药不充足了。这个，躲在角落，躲在角落的你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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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后坐力真的强。这后坐力，哎，主要后坐力瞄准不起来，哎，否则的话我告诉你，我这一局我们逆袭了，咱们红队要加油啊，走啊走啊，这个硬亏嘞，打他，别挡在门口呀，你让我出去好不好？哎，又打死一个，30分呢，完了，远超咱们4分，咱们红队都不给力啊，红队的队友，小铃铛，哎，你打不着，小铃铛。
谁跑过来？打不着，打不着。这个跟我用同样皮肤的，这个，应该是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北瑞。完了，冲过来了，加油！傻子滴滴，哥哥，我觉得真的是我这种傻子滴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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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有200多发子弹的，真的是好吃香哦。好吃香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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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为什么你们？你比较吸引火力嘛？杀呀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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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打不着！这个机甲战士啊，机甲战士！哎呦，漂亮！我跟他同归于尽了。往前冲！李浩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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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我就剩8点血了，39分，36分。树后面躲，角落后面躲的一个人，我看到你了。哎，打不着！打不着！还差2分，快，还差2分，加油！还差3分。哎呦，好疼！完了！感觉要打不过了。咱们红队不给力啊，红队。掠呀！加油！我们逼分，快追上了，加油！哎呦，咦，真疼！还差三分。冲啊，隔着我的脚步冲啊，傻子弟弟！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么吸引火力呢？嗯，因为你怎么全都集火在我身上了，过分啊！你长得丑呀，哥哥。哎，李浩打。像我这么可爱的，你看，又杀死一个。哎，躲。小林，完了。逆袭，成功逆袭，真棒！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